完全不怂呢，这个人。不是吧，哥？我靠，老哥，交了一个技能，干他呀！哎，我操！三、二，乖，那你死了呀！二，走直线。速战速决吧！我靠，他还交闪，我才两级，我两级没办法。回家一下。三级了。Q 接屏。被仙人跳了。哎呀，我他妈，我这一波为什么 Q 上去啊？就我这个地方，他也敢过来，是我没想到的。越不越啊？你妈又是工具人，当了两波工具人了，我都吐了都。拉他！提亚马特再来一个，感觉好亏啊。这个齐亚娜四个头太肥了，漂亮。你看这节奏就带起来了呀，兄弟们，这对面下路都吐了呀，这下路，哎呦，小心呐，我靠，好危险呐，我只能给你们来个缓速啊，其他的帮不了了，还他了，帮他挡个枪子了，我靠，乱秀啊！溜了溜了溜了，哇靠，大乱斗啊！他很危险，翻墙 ，Q 接屏接 W， 干嘛呀？不是吧？你还想秀咱们呀？推了，有眼，我操，这里哎，漂亮，机会来了。哈哈，又来了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又来了，回家了，我塔都不带要的，这塔，嗯，看到没有 ？WQ 王晕，走，他应该去下了，他应该去下了。W A Q A 接提亚马特，摔死了！闪现挪防干嘛呀？哦，上头了，有点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开始生气了，哦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啊！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哦。哎呀，我这都可以死吗？如仙，别给我逮到有治疗啊！没治疗。哇，他一枪为什么可以打我这么疼？巨短。嗯。那你死了呀！交闪没有用。
谁齐亚娜交闪了，把你们塔没了啊！一杠三杠六，其实下路还可以啊，帮这么多回下路自己还没炸，这个下路其实玩的还不错的。我操，你还想推？来吧，我送你回家吧，老哥。W， 我站着不动。男枪来了，你妈买菜必涨价来了。这个齐亚娜，我看你是不怕死。齐亚娜没大，这一波感觉可以打一下。撞了四个人，完蛋，一个大完蛋，金属大师一个大一拉，把 ADC 拉进来了，能跑不？漂亮，继续输出，开盾，重锤，继续吸血，再吸，再吸，再吸，哇，差一点，走过去找他一下，他还要带呢，这个，哎呀，浪。我送你回家吧，我送你回家。来任何人都死。音响。会会，这么高输出啊，幽梦来一个，就换个远近改造吧，如果在这边放个眼就好了。这怎么打，没人过来，来来来，上呀，下界买个，先把黑切买了，再买个复活甲。太烦了，帮你们这么多回真的是一点用没有，哎呦，你看到没有，他们这个一体太无脑了，一套1300滴血，齐亚娜来了，漂亮！哎 ，PA 可以啊。又杀两个。黑切来了，每次都是买一送一，杀一个人加个辅助，这辅助躺着也中枪，差两个不行呢，得杀三个才行。哎，我靠，这也行啊！胖哥干啥？哎呀，胖哥是什么意思？
复活甲来一个。小伙子很浪呢，怎么说？36秒烫，这波下一下，下一下，他们不要让他们第一时间打龙，让队友过来，等一波烫。你别跟我站一起啊！你跟我站一起多危险！你当刺客呢？啊？这卢锡安，就你这点血，哎呀！操雷！大龙！点蓝 QA 翻墙摔死了，拉刀杀三个，哇靠，一个大菠萝刮痧呢，真的是刮痧啊，一点伤害没有。就这么杀都不带辅助死了对吧，中路又死了，又打不过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我好，这打得好好烦呢、啊。不要妨碍我。顶了吧，下一把没了。这个愚忠对我来说毫无。他们跟我换资源，他们这换不过咱们的。我推塔还是很快的啊，推了，确定吗？你们这波决策可能会导致你们会输。来 ，W Q R A A A Q A W A 推塔一波，有没有机会？推塔。我先回家一下啊，我这血量非常危险。哎，漂亮，哎，有机会。QAW 交闪，漂亮，一波，带走了。交给队友，推塔。一波呀！你们推呀！我操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他妈没办法。你他妈的推呀、啊！你我靠！我想给你来一刀！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想给你来一刀，兄弟！推了！漂亮！这把值不值得你点一波小小的关注，兄弟们？值不值得？